从贵州到广西一路南下，三月的晨风吹拂仍有丝丝寒意，草木生灵却在这一季节悄然吐露生机。沉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的牧场，在缓缓延展的绿意中逐渐醒来，牧场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牧场养育的牛，每一头从出生开始便登记在册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工人们都会像现在这样对牛群的健康状况加以检查，并更新每一头牛的身份信息。牧场工人分工明确，每天喂食和清洁环境都是重头戏。玉米淀粉混合牧草等材料制成饲料，这是工人们熟记于心的公式。重复的劳作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牛群提供茁壮生长的养料。我们的主要成分呢是玉米杆跟那个百香果皮，吃那个谷物类的话，品质呢会有一股那个很浓的奶香味。平铺于牛栏之中的大量牧糠组成了天然的发酵床，牧糠的存在对清理牛群排泄物提供了极大帮助。工人们使用专用工具耐心细致地扒开牧糠，添换新料，每一步都脚踏实地，他们坚定地相信着劳动的回报。牧场食堂的小炒牛肉令劳动者得以第一个品尝到亲手抚育的成果。新鲜的牛肉改刀切片，混合生粉、米酒，反复抓揉、拍打，这样才能够让每一片牛肉均匀上浆，炒制时口感更加嫩滑。青椒、大葱切段，蒜瓣拍裂，倒入油锅迅速翻炒出辛辣香气，此时加入牛肉，大火爆炒。食材与新香料猛烈交融，热烈刺激，鲜香扑鼻，成为这片牧场中劳动者们最直接的力量来源。在农耕时代，牛是家庭中极其重要的劳力，与人们同住一个屋檐之下，负担着劳动的重担，也在一年中难得的节庆之日充实人们的口腹。时间流转，农用机械逐渐代替了耕犁田地的牛群，牧场养育的结实躯体却完好封存了当年的味道。饲养长达两年半时间的牛，肉质细嫩，品质最佳，送入工厂分离解体后将迎来排酸处理，而后运往远方。肉块悬吊在半空，肌肉线条流畅饱满，工人们手持水枪不间断地冲洗牛肉内腔，清洗后的肉块进入冷库，在0-4摄氏度的条件下放置72小时，令牛肉中残余的血水完全排空，获得极为鲜嫩的口感。下午3点，加工完成的牛肉准时送入饭店，他们将在这里正式登上美食舞台。
后厨中由主厨张友航主导的刀工考核正在进行，每半个月店内都会组织一场这样的刀工比拼。张友航知道，只有好的刀工才能100%发挥出食材之味。因为牛肉的纹路呢，必须是切牛的统一规格是必须横纹切，不能竖纹切。它的薄度的话，一般都是2毫米，包括拿刀的姿势，一个师傅的功底都要讲究一点。切牛肉讲究横切，即刀和肉的纹理呈90度垂直下刀，改刀成薄片。相比其他肉类，牛肉的纤维组织较粗，结缔组织较多，只有横切斩断筋肉，下锅烹煮才易熟且不易碎烂。牛肉薄片厚度保持在2毫米左右，这是张友航的严格要求，也是作为厨师对优质食材的尊重。而且你这刀工拿的那个刀不够定，所以切的每一遍那个薄厚都不均匀，拿了手那个刀一定要定稳。临近5点，傍晚将至，属于广西人的美食夜晚蛰伏了一整个白天，此刻正要开始，刀工考核的成果即将接受食客的检验。宾阳这个县这边呢，它白天是很少有人看得见人的，晚上比白天的人数量的话，大概是3倍。每晚，老友们结束了忙碌的工作，总会提前赶到店内放松小聚。好，你们在这里先等个几分钟，我现在去把你们今天喜欢吃的那老几样全部弄好出来给你们看。好。热情洋溢的沸腾高汤，蒸腾萦绕的纯白雾气，裹挟着肉鲜味美的鲜薄牛肉，不断浸烫搅动，紧紧压住涮肉的最佳时限，带着淋漓汁水捞出，送入早早等候美味光临的口中。受热迅速成熟的肉质纤维紧紧锁住高汤，鲜香嫩滑，肉香浓郁。大声谈笑，大口吃肉，向着明天奋斗打拼的人们，心灵和肉体就这样在每一碗的热闹饭桌上得到极致的体贴。他们在黑夜与美食的护佑中，得以卸下生活的重担，轻装上阵。从傍晚时分到次日凌晨，与热闹饭桌截然相反的后厨中，是安宁沉稳的悉心熬制。牛骨冷水下锅，去除血水。焯水后的牛骨捞出晾干，烤至30分钟，直到表面焦黄。此时投入锅中，与姜片共同熬煮8小时，饱含着满满脂肪的牛骨带来浓郁的口感。黄豆、大葱、姜块、冬瓜作为底料，高汤浇入，浓香满溢。就两广人一般的正常饮食方式，一般在吃饭之前都习惯性的是先喝一口汤，润一下喉咙，养一下胃，然后再吃一点肉，后面再吃一口饭。涮肉之外，牛骨高汤还有另一个重要去处，无论菜肴如何牵动人们的味蕾，大米永远是给予人满足感的最终武器。在张友航掌厨的这间小店里，牛血粥就是这样的存在。来自古腊镇的大米色泽晶莹，软香润滑，
与低温牛血充分搅拌。500克米，100克血，双手不断揉搓，直至米粒吸收牛血，晶莹干爽。上桌倒入事先熬制的牛骨高汤，熬制成粥，伴随蒸汽逐渐浮现，口感润滑，滋味独特的牛血粥最终呈上餐桌。因为我基本上一个月要来吃三四次，基本上都是像小孩放假呀这些嘛，想吃就来这里。我来这里先喝汤啊，再吃肉啊，再喝粥啊，喝下去的舒服啊。我的话，我就是喜欢吃肥牛，可能他们你的话，他们可能就是喜欢吃一些瘦牛吧。最后我们都是喝完粥啊、就走了。饭菜吃饱，来日不愁。每一天，每一年，人们在食物的世界汲取能量，用心品味熟悉的美食，那些陪伴家乡儿女成长的味道，终将成为人们心中不可分割的部分，永远闪耀光芒。